我还有最后最后一个问题，三二一，生肖丁丁，孙三文根，丽莎老师，喂，我们准备了一个礼物，就平时挺爱画画的，想说就画了丽莎和她的猫，然后希望丽莎会喜欢。三二一 ，So cute! It's Lisa. Oh, happy birthday! Thank you. Lisa 老师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惊喜，就是我们这个惊喜就在你旁边。What? 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有其他组的礼物会陆续给到你。Thank you. Let'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. 那现在用 vivo S9 跟 Lisa 老师合个照吧。三二一 ，Lisa 老师，生日快乐！